详细的消息，咱来关心。今日透早7:05的时，花莲外海有发生规模6.2的地震。咱同齐来看详细资讯。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咱台湾东部的外海120公里的所在，规模有6.2，上大震度是台湾台东近海是4级，也那花莲宜兰拢是3级。在北部嘛有明显感受到地震的摇。说到来，咱继续来关心天气，咱来看温度。今仔日各地温度拢是同款，会回升一挂。北部温度28度至31度，东部啊个西部温度是29度至33度。今仔日感觉较烧热，中南部只是暗时温差较大。今仔日咱台湾附近透偏东风，台湾各地偏乌、金门、马祖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。严格地讲，方面的吉兰北海花东部也是会出现局部性的低阵雨。西半部的山区，屏东是过道了后有低阵阵雨，嘛要提醒乡亲，下晡伫山区会落雨，所以若是要挖进山区，就要记得做雨满雨伞，嘛要注意安全。